内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，删了。谢谢梦却了无影踪的飞机，我已经能有1000码没见过恶飞流失了，我都不知道这英雄到底哪去了，都看不见了。我估计登场率0.2。全军出击！呀，为啥呢？这恶飞流失居然有4.34的登场率，哎呦啊，我没见过。谢谢孙冬雨的飞机，还有4分钟开奖啊！一个飞机就参与我们抽奖了，现在是1/3的中奖概率啊！低分段不会玩，高分段很常见。你放屁吧！下俺们不打高分段，真是。EA 这行吧。谢谢纯情夏猴哥3个飞机，孙冬雨用户648，遇上来点闪现点，不用套点盐啊，这个他是点盐。别，你快点去收兵去吧你。啊，你搁这儿前两天我还排着得帅了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有一个主播他每天就这样玩，他还是技术特别的好吗？啊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天才吧兄弟？这波想杀其实不容易，先把他盾给他打了。A Q E A 套点员，哎哎哎，哎呀我靠！完了，凯爷爷死了，赛恩双杀了。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韩服大师王者左右在磨练自己，只是你们有些人不知道。我怎么也不知道。那因为你睡觉的时候我才去玩的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谢谢孙冬雨，感谢23。你来吧，还有1分钟开奖啊，兄弟们！伤口死了吧！我来吧，我来吧，你来吧，你来吧，你来吧，我来吧。完了，这有点打不动了呢。反甲了 ，Q 一下。等一下，耀光 E A 再 A A W A 接双 Q， 还行，不是那么特别用。哎，假装上，哎，勾引，勾引。还有1分钟开奖啊！现在是1/6的中奖概率。德赛这两天晚上确实有打大师转一局，看着没？有明白的人。你还记得前两天他碰上的那只猴不？还有30秒开奖啊！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一个飞机。谢谢孙冬雨的飞机。还有20秒啊！还是1/6的中奖概率，这一波。谢谢孙冬雨，
谢谢丽娜的小狼狗。感谢蓝林汉的鬼头撞钩和卢墨偷红，感谢感谢。W 一 Q R 转起来吃个药 ，A Q 再转，平 A 接 Q 接 A 接点烟，看他打不死我，他最多打我们两下，把他 Q 死。这玩意儿太赖了吧？他凭啥死的时候还有装备？我打他他还弹我伤，他给我减治疗。醉了，算了，我们回家。把这个卖了，出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。这把还得出分离者。对面这个赛人不出分离者打不死。没办法，只能来个分离者。告诉凯隐，让他去打这个峡谷，早点把他塔给他拔了。出黑切能打动，先出黑切也行吧，也行。我这把试试先分离者再黑切，要不谁来了我就希望艾克来，快点过来赶口，我谁赶口我一下，快，我求赶口，快点赶口我。帮我一下，他没闪了啊，那也不赶口，也没有人啊。A Q 打一波，把征服者满城。他也不打了 ，K 死猥琐了 ，E A W A 接 Q， 好肉啊！哎呀哎呀呀呀呀！我被赶克了，我吓死了 ！A Q 一转起来，来艾克王拿走，你给我收了 ，A Q 一 W 零 A， 收下。啊！你又死了，我尽力了，兄弟，这实在是帮不了，没办法。哎，这为什么右键点不到小兵啊？右键手坏了还是鼠标坏了？什么？再开一个猴哥？好的，再开一个。我们正好差一个啊！大家有大气的可以来点大气，兄弟们，我们又来了一波抽奖。今天把五星的过一下。一个人送一个大气就可以了。不用送太多。
因为我们少的是送礼物的人数。谢谢小时候可神了，而且大家荧光棒可以都清一下，都无所谓啊，不清也行，周六周日送也可以。你跟我打，我征服者满城 W A 加双 Q， 你以为这么多小兵我会害怕？其实不然，你跟我秦王要住，等一个分离者 Q 死的。如果刚才直接 Q 是 Q 不死的啊。哎，真的点不着小兵了，是卡了吗？还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点不到兵啊？我想打的小兵我点不着，什么时候分离者，什么时候科学战斧，科学战斧我基本上是不出的。来头跟我拆塔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太吓人了，这和血炭斧一般都不怎么出，其实你要干啥呀，我还没找你，你还跑过来找我来了，这有艾克吗还是咋回事啊？我来了，小伙子，你想怎么死？演员，打不了 AQ 带盾，他还靠我点呀？啊！电焊工还想杀我，老电焊工，你有大吗？假装走一波，其实不走。这里我们可以要一波视野啊！他正好把技能用了，闪现抽一下，都闪了。谢谢用户6468的飞机啊！谢谢谢谢。谢谢，别忘了最初。谢谢，别忘了最初的自己。电焊工，要是滋了我，我可有点难受。还不走？还不走？赛恩都出来了，还不走？就是不让拆，就硬不让拆。你不净拆命吗？那中路亚索都把一塔拿了，你不生气呀？你往我这跑？和分离者哪个比较好？星石我都不出了，那削的都不成样了，都没法出了那装备。我先来个皮鞋，再来个提亚马特，不来提亚马特，这把直接出个黑切试试啊！ Unstoppable。还有4分钟开奖啊！现在是1/2的中奖概率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15分钟了，确实有点慢。20分钟吧，20分钟解决。
们先帮他扛一下塔啊。没事，我死不了。哎呀，这电焊工！哎呀，这卡啥？人有点多啊。先扫一下，看看怎么办。这边艾克可以杀，直接一口点燃 W 能走。我们假猴还骗了一个那个维克多的大招，为了塞纳，先扫他一下啊。电焊工往右边插眼，我没办法。要是电焊工，我这走呗，别着急啊，他不敢飞。他敢飞吗？他不敢飞。哎，亚索可以上啊，漂亮。他打完了，打完回家1400亏千了。黑切应该不太厉害吧？伤害和技能攻击会对被完全切割的敌人造成额外5%已损失生命值的物理伤害。再斩杀。血越少越疼。给个蓝吧，凯影。算了，给你吧，你杀10个我都没看见，大哥，给你吧，大哥，一共他都死2把，还是死我们家上路的，嗯。卡杀出来，咦？我塔下杀俩 ADC。应该没啥问题吧？有。Shut down。我要九头蛇，是不全杀了？我感觉全杀了，或者是我要是死亡之舞也全杀了。没犹豫啊，我就是正好杀卡莎那一瞬间，我寻思那女枪正好剩一身血，那塔可能打不着我，我上去闪现 A 的一手。我要是死亡之舞应该是全收了。我好能走位啊，这个女枪。哎呦，我这亚索太快乐了。我就看他一来一去一个人没打啊。好好好好，马上，马上，速度，兄弟们！我有事儿。谢谢左瑞塔又鱼霜，俺们还有8秒开奖了，直播间飞机抽奖开了，谢谢丽娜小狼狗。哦，谢谢老板们的飞机啊！我们5星过了，谢谢谢谢。这女枪都给我整帝国指令，感觉快不了了。这伤害好低呀、啊！黑色切割者好弱呀！
大龙一波了，可以，大龙一波了。抓紧时间，我们中路一波推。不能上啊，先等一等，这波上不了，队友没带呢。我们先右边扫一下啊，看有没有视野，没视野可以。留下凯隐，不是凯隐，艾克。快踩快踩快踩一波，拿下。